而现在这边呢，有来了不少的工作人员，正拿那个铁皮准备将它围蔽起来。到呢，现在它现行成的大坑呢，已经被交部封了起来。但我们在现场这边呢判断呢，这个坑大概有四五米，三米左右宽，深度也大概在三米左右。那有点劫后余生的那种感觉了，对吧？这种东西幸好它这个车还好，它就是后尾箱最下坠着地，它如果是前面，如果是前船着地的话，人肯定会受伤，这就不好说。 它是一个毛石箱涵，片石箱涵，可能也是年代比较久远了，这个雨水冲刷来冲刷去，把这个侧壁给冲垮了，侧壁冲垮了，然后这个板面就垮下去了，然后陷下去了。